去。哦，我爆脏了。停，别丢。你知道废气口罩还可以做什么吗？我们收集口罩作为基材，融化后分别制作不添加材料的塑胶板和加入材料的复合式塑胶板，经过测试，耐摔、耐压、耐冲击、导热后制成了成品，可以应用在建材、工艺品、家具以及我们所制作的实木塑地板。